How can you fail? It looks like the gun flies out of your hands into the distance. I love them. Oh, I got face off. The rules, Morty. Calm down, baby. Just track the gun down. Oh. And go again. 第二次。不要先把这边的任务解完好，解英文。原来致命失误是指这个，那是专业术语。第三座萤火哪里啊？那双骰币机啊！太智障了，不是也太衰了吧？谁连捡枪都会失败，超好笑，超吐槽。这边。哦，又来了，看，又是一场激战。哦，双刀流哎，这个。啊，看我怎么倒了，发生什么事？灵魂，灵魂 ，Go！ Return， 将灵魂交给骷髅。哦，干他会不会他妈按下去他就变成人了？我不知道。全按下去就变回来，该不会真的是黑暗灵魂吧？绝对是就是黑暗灵魂的那个。哎呦，我的！来，大家一起到，我们再交。啊，到了，到了，到了！快到，快到，快！你看它旁边那个元素瓶，这一定就是元素瓶，怎么看？这个这么小瓶哪是元素瓶啊？就是空的元素瓶，就这个颜色啊！交了哦。啊，好。交了。哦，真的？哎呦，变成人了，变成人了。真的、欸！哈哈哈哈哈！The guy who killed me and stole my souls is still somewhere around here. 哦，解决入侵的游戏 ，Noob kill 了 ，Noob kill 了，那边，打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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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打吧！死了！哈哈哈哈哈哈！好笑的。回报什么？好期待哦！等一下，完了哦。好，给我们钱。Humanity， 人性。他给什么、啊？就给钱跟经验值。哦，真烂哎，什么都没给。超好笑，真的入侵哎，好好笑哦。还要再乱走了，白痴。干他穿这样子还会死？那我知道，好想知道他会说什么、啊。也不用说话了，真可惜。超靠北，人性就是黑暗灵魂了啊！对啊，他就是黑暗灵魂啊，还会被入侵，怎么看都是啊。对啊，死了84次，超好笑。那我要穿衣服，等我一下。解下一个啦，致命失误先解完好了啦，就在旁边而已。等你好了，我们再去解。You find the gun again. Lilith, roll to pick it up. Lilith. 嗯，不等你。就站着看了。丢这么快。Time for some training. Yo.喂，你来甩，你来甩，我来甩，我来甩。莉莉是玩谁我就忘了，好像是机械法师吧。来甩，你甩，你甩。One. Oh, while you're done, your eccentric slips from your hands again, but not before breaking all your fingers. 啊，三小。Take like a lot of damage.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啊，干你老师！啊欸，我死了，白痴啊！因为是你塞的。太好笑了！怎么接受不到？又要是虚招，妈的没血了！刚才已经跑到另外就是那个 forest 了，要去哪吗？啊，去 forest 好了，走。嗯，要跑啊！对你最好了。一直有萤火呀，好智障啊！但是可能 是某一个森林吧。这里真的很像黑暗灵魂场景耶。黑暗灵魂就会有这种地方，丑鬼。先买个子弹好了。
好啊，先补个血，哎，补了，谢谢。不急吧，再请。If guns are magic, consider that a mana potion. Watch out for those orcs! Welcome to Dr. Zed's Portable Cleric Station. 好好回家。没有支线了吗？这个啊，因为他在那个 The Forest 啊，那边没东西，要先把那边解完。好，我们先把致命失误都解完吧。我觉得下一个值大概也是自己。下一个就换你值了，少啰嗦。高飞。哎、欸，这边有一个新的支线哎，靠呗，被骗。接。Go go go。好划算的 DLC 哦，真的，而且你玩得多就看得到一堆有没的。Noble Killer 比较好笑，真的，那个入侵人妈是笑爆我。Noble Killer， 真的好痛、啊。冲啊回啊，臭蜘蛛！这边的怪物重生嘞，真讨厌。清完好了，也好多。我先接支线。你去。超高，他是一棵树人呢、欸。他叫做……哎、欸，我抓住那个精灵，他就会帮我上 buff 哎、欸。哎、欸，他是 silent。他戴着一副眼镜呢。真的、欸，他戴眼镜呢、欸，搞什么东西啊？快过来看。哪里？哦，好炫哦，这三角。你刚刚讲，好，我跟他讲，一切我以你为主好了，因为你有开台，你观众会看得到。哦，爱树的家伙，大自然生气了， hey、接受。Man, the forest needs help or whatever. Some nearby orcs chopped down a bunch of trees for a lumber yard. 看起来太无奈了吧？取得幼苗，拿下，来拿来一个，我拿，拔出来了，哎呀，哦，展开复仇。这是那个吗？这是自然之力吗？这是不是魔兽争霸的剧情啊？魔兽他们就魔界啊。我觉得是魔兽争霸、欸，因为这就是那个、啊、叶精灵跟那个。对啊。他也太随便了吧。走吧，快点去种。等一下，旁边就是那个枪，致命食物，先解吧。哦，好。我看到。Last chance, last chance. 来干！莫德凯，想换你了。我值。Are you freaking kidding me? Against all known laws of combat. OK. 走在他的肩靠背。The swords for hands. Sorry. Oh. 撒娇，不。靠螺旋丸。不要下来了。就飞一辈子。哦，还掉一个纸枪哎！风起十分。我很捡。我直接把给你们好了。还可以捡呢。还可以捡呢。捡起。捡啦，你捡了。确定哦，有回报一把。施华小心的一个 SMG。你们有吧？你们按 tab 应该都拿到。看看这是什么枪。施华小心，什么施华小心？就是这一把、啊，你看我手上拿的就是这一把，很棒，才30等而已，没什么用的枪、啊。Miss Maxi， 我干他 reload 好快啊！哇哦，他 reload 2.3 秒。对，那我来 reload 不就一秒？真猛！风起十分又是什么？刚掉那一把，哇，散射型的那个 SMG， 炮弹速超快又没什么屁用的。哼，哎，不过上子他 reload 好帅，不知道施华小心的效果是什么？可能就是加速 reload。好啦，走啦，要解那个吗？我看一下，爱树的家伙，前往伐木营。Go，
哦，我的观众有讲哎，他说施华小新的特色就是你打射一射，他会自己滑出去，你要去把它捡回来。太烂了吧！我等下来用用看好了。现在大家就一直开枪啊，大家站一排，然后一起开枪，快快快！来来来来，大家一起换施华小新，就这里了，就这里了。来来来，好了吗？换好了吗？好了，换好了，好了，好了。面对面，面对面，好，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射开始射了，射。哎，按错了。是不是要打到敌人才算？我的不会啊。为什么这把枪这么滑？你有听到吗？欸、有啊有啊有啊！白痴啊！怎么用啊？太难用了吧！啊、我运气超好，我都没有滑出去。我也没有哎、欸。他刚刚说为什么这把枪这么滑，他就自己跑出去了。真的哎、欸！我看地上都是弹孔。看我有密集恐惧症，我觉得很恶心。好像就这样嘞，就是几率好像也不是很高。算了算了，子弹都打光了嘛。真的，而且还蛮靠边。好险我不用 SMG。SMG， 不理他，撤退。然后去伐木营。你们看到招了，然后枪掉出来，超好笑。Oops， 这要从哪里？继续直走，继续直走，这里这里。到伐木营了，这边有敌人的样子。种植树苗。啊有！兽人来了，兽人来了！ Oh, shit. 超级自爆哎、欸、他！我们要保护兽人在砍树啊！妈的！我们保护树苗。直接闪到枪中吗？我的，让你知道一下。后面后面这边。FYI， 她是那种很机车的女生，你知道吗？上头。哎，后面有人。我知道，我是闪子弹超讨厌。我看看，超帅他们。我这幼苗变好大只。哦，他有他复活，他变成一只超大只。他叫 Mustache 胡须耶。兔兽 Mustache 治小屋。小屋。他可能会去把小屋打烂之类的。哇，有哎、欸，他在痛扁那个小屋哎、欸！你看，你看，你看！哇，一巴掌把小屋拆嘞、欸！好猛啊！哎，不好意思，他受重伤了。没关系，我们超级补血王。浪费子弹。哎呦！哦，这边这边这边，他往这个方向有很多敌人。啊！一边补血一边射击。哦，有一个火焰爆炸桶哥。他们说 Mustache 是魔界的树人呢、欸。哦，所以这是魔戒的，啊、我没看过魔戒。然后手枪又没子弹。召集很多素人走出来那些。哦。哎、欸。我以为是魔兽争霸。哎呦。没事就帮那个胡须补个血。
干什么东西打的？他被砍了，他被砍了。哦，后面是大只佬。干，怎么会这样？突然爆炸！你对他，他会自爆。我买。我没子，干，我没子弹，我没有三枪子弹啦，这子弹超缺，还剩两个，那撑住。哦，还要摧毁了一个。欸，为什么这方面有一个火焰敌人我没看到了？你卡了一只什么东西啊？哎，超多只！哦，大只佬又出来了，好多大只佬，两只 badass， 全部都被挤在门口，随身大便。死了死了死了！那一巴掌拍掉这个应该就结束了。Now you can truly paint with the wind's colors. They make us sing like that, like once a week. Come back whenever. 他是不想玩。哎，他干嘛了？嗯，结束了、啊。他倒了。已经复仇完了。我去回报任务了。好。先去子弹坏没？你们看有没有一个人要先去那个下一张地图的船点？那我就要换地图。OK。嗯？他要下了，断了吧？哎。没差，就这样。我先回报完，画完地图，再看能不能把它要回来。回报，要给护盾或者是一把烂枪。他说树木无聊死。欸，可以拿奖励。嗯，哎，都很烂，选个贵的，懒懒拿去卖。好，该换 M N O R P G F P S， 换下一张地图吧。好，换完就看能不能把人家要回来。但我有点累了。那就是接完这个，我有点想休息。就差不多啦，明天再打呀。如果没有啦 ，DLC 看你急不急。OK，、啊、你不是要跑什么死亡复苏？嗯，那个是礼拜五的事。哦、oh. ，你就有空就玩啊。你们在、oh. 就你们在的时候玩、啊，你们不在我去那个，我就去玩死亡复苏。哦、oh. ，我没子弹。最后的 M N O R P G。Bullets for coins. That'll wreak some havoc. I'm sure that'll find a nice home in some orc's face. My bullets aren't magic, but they are cheap. They are cheap. 在前面右边而已。
你看你开地图看刚刚那个黑暗灵魂的地图，总觉得再来看过。怎么看？你就把地图打开啊，往上拉，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很像那个黑暗灵魂一代的那个。我现在不知道在哪里啊？你在哪里、啊？我不知道，你说现在我们这张地图？对啊，你点开往上拉，那很像一代不死院的外面最开始那里。我不记得啊。你又没玩过一代？对啊。有点像。站在那。啊？怎么有三个像是线上游戏玩家的人在那、啊？哪里好看？哪里有看？在阶梯上面，你先瞄他们，然后他们头上有名字。哎、欸，真的、欸，真的，好像三口山啊。这是什么？420 Esports Master。我看。Esports Master。哎、欸，他们穿的好像现在有720 No Scope Headshots， 他们都是 FPS 的梗啊。720 No Scope 就是在空中转两圈，然后呢不开禁狙击。420 Esports Master， 另外一个是 Death Vault Hunter， 哇塞，都是线上游戏玩家的感觉。这台话叫做 MMORPG， 直接过去跟他们讲话啦，直接去打 FPS 啦。Hey， another Vault Hunter， you here to kill the monster too？ Buzz off， he only spoke for 15 minutes。你看他刚刚拿奇怪的酒瓶塞自己的眼睛，他抢怪是不是？哎，等一下，哎呦，怪伸出来，亲手解决掉怪物，没有取得最后一击。干、啊，抢到了吗？没有。干。真的要等五分钟啊！接着骂他们。打架！配备狙击步枪。用近战杀死，近战打 Esports。好，近战打 Esports。快 ！Esports 死掉了吗？啊，干，我用错了。我用了 F 了。720要爆头。720要爆头。我来爆他头。好。欸、啊，爆一次，啊、要两次。嗯。哎呀，要这个直接打就好了。的尸体上下蹲。蹲他。有成功。捡尸哎！啊，近战。耶、yeah. ！有！爆头！爆头！把狙击枪爆头！我来！好，哎呦，要死了！哈哈哈哈哈哈！牛逼！蹲他！我干！还一直在哪里？还一直在哪里？好好笑！有一只好像没有爆到头哎、欸！哎！有啦！他回来！他捡尸！干的！快劈！中他！有了！哎，王来！跟王来！耶！耶！耶！好，过了，要回城镇休息了吗？啊，回城镇。好笑这任务，真的超好笑。羞辱他，羞辱。这是线上游戏，超口味的，超写实。要了 ，#要了。哈哈哈哈哈！好气死！
40不是抽大麻的意思吗？有吗？是哦，这我就不知道，我不太清楚。这边啊，这边有那个、啊，直接飞回家。等下，这哦，他是要回家啊？对啊，还是你要继续？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说，他这个任务是要回家交、啊。对啊，就是回去找那个木家上面那个人，菲菲，那个北七。Ready when you are。哎，嗯，选单王，是断线。啊、哦，没有没有没有，我按到了。一个没声音，然后又按选项，以为断线。我有要那个哎、欸，那个什么名字的，可是他没有进来。应该要睡觉了吧？就休息了，反正差不多。哪里啊？就在这里回报，我回报了。啊！哎、欸，他要被砍头嘞！没有。哎、欸，为什么？他一直在这啊！他刚就是、一开始没有啊，一开始没有，一开始在门口，后来他就把他送走，他就在这啦、啊。在破坏任务的时候，他已经在这了。完了、哦，他上面写杀死怪物，然后一个笑脸。What is an e-sport？ 抽了一把火箭筒，超白痴。My chest is huge。我跟他说话，他说他的冲击超大。We haven't talked in a while。I've been busy trying not to get kicked out of my old company by my douchebag shareholders. That's stuff on your end. You're talking to the most electrifying man in combat entertainment. 打屁股。We haven't talked in a while. I've been busy trying not to get kicked out of my old company by my douchebag shareholders. That's stuff on your end.My chest is huge！ 要休息了吗？他会发抖哎、欸，他会在，他要想要挣脱出来的。差不多了，只好在睡前看一个雅典娜。呀呀！我把画面固定在一个刚进来这个游戏会看不懂的人，会觉得很好看的那种画面。就这样了。Ooh yeah, I like it. 不要看我。Yeah. 性别歧视的外套，糟糕。你东西卖卖个关。Why choose an honorable weapon when you could buy a gun? Farewell. Don't get eaten by a tree. Your turn. 该关啦。好啦，好了，大家拜拜啦，拜拜，先挂啦，拜，拜拜。好，休息啦，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这个 DLC 之后，然后我们同时有空应该就会开这个来玩，来开台啦。那如果没有的话，我就玩别的。好。先这样啊，这主线已经破完了，现在就是玩爽的而已。哦，刚刚那个名字有几个字，那个是要休息啦，没有要玩，因为他要继续玩。到这边啦，按广告，我要睡了，我好累哦。感谢各位今天收看的。